我们公司的项目很多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项目，它是一个建筑集群或者是若干个城市区域，所以这些项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关注建筑的序列化问题，或者说多个建筑空间的组合问题，让那些使用者能够参与到城市生活中来，能够欣赏城市的美丽。那么同时当然我们非常关注的是设计的完整性，这就必须方方面面的这个配套的设计师合作，那我们就需要在现场进行各种各样的放样，或者自己来深化设计，来推动整个项目的所有的细节得到非常完美的表达。建筑它很重要一点，要满足使用的要求。这个所谓的使用要求，它不简单是一个需求问题，它同时是我们业主的建筑期望和建筑理想，他们都会和我们一样要考虑建筑的所谓的永恒性的问题。一个优秀的建筑师除了坚持自己的建筑理想以外，要懂得倾听，特别是我们业主的期望，倾听他们的期望，倾听他们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建筑的建筑理想。我们公司多少年来一直是坚持合伙人的制度，这是出于我们对建筑设计的一个认识。我们认为建筑设计不是一个可以像工业化生产那样的一个流水线的控制，它需要设计小组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管理者和实践者。所以我们也同时为我们的合伙人设立了三个主要的助手，分别来管理项目，来深化设计，来实现技术和法规的保障。所以我们合伙人的关键一点就是在于倾听业主的期望的同时，设定建筑设计目标，领导他的小组的人来实现这一点。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支持年轻的建筑师，培养他们，支持他们，也通过这一点来扩大我们的合伙人队伍。我想不管怎么样，这一基本的制度也会推进我们的公司得到长期的发展。